当山东版义父，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淄博。遇上贵州版沙金，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会发生什么呢？那听完之后，相信开拓者也是非常期待来自贵州的沙金以及来自山东的拉雕教授了。咋个拉雕？不要愁眉苦脸的嘛。嘿，我才看到你家英俊的是个脑壳嘞。你吃多了，整整四饭十六膘。你最好是用这道试驾解开了阿吉威力原落指谜。如果魔家，那我会警告你，别去找无名客的忙。好麻烦，连你也这样觉得，就没人相信我是真的想跟他耍朋友。我做的家伙可交不到朋友啊！一个小知识，阿蒂尼孔雀是宇宙中叫声数一数二难听的鸟类，而你这扇行头，正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哼，看来这只孔雀的羽毛还被人扒光了，行李就假装没收了。哦，都是那个穿黑西服装的人扣起跑。所有的泥金还有存放鸡翅的匣子。嗯，哎，你去哪的？打道恢复告诉公司，有个船货把一切都搞砸了。哇，果然两位老师说起方言来也是非常的接地气，而且也是十分的亲切可爱啊。现场的各位开拓者，想不想跟川老师耍个朋友？